2022年3月18日，今天是礼拜五哈。那、啊、今天整个天气的状况，讲有方面通过，但不季风增强呐，所以北部到南北部的转为比较比较凉凉哈，同时的落雨的几率当中比较比较明显。啊，那是咱中部以南这个所在，还有可能会出现南山的低阵雨。古历行到2月16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17度到32度。这是我们天气的状况，我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了，感谢啊，今晚就来家进行着今天的节目，一晚咱来家看新闻。来，首先第一篇新闻，咱赶快是针对这个乌俄战争相关的报道哈。安尼战来到这已经第23天啊，吼，俄罗斯啊要提下了乌克兰的机会了哈。这去有世界各国的专家吼，安尼去甲推测，讲是愈来愈少。啊，但是愈来愈少呢，以普廷这个人的个性吼，伊实在讲输不起的人，啊，而且佫会教书博大的个性吼。啊，这世界各国吼，拢咧个观察看普廷是要安怎样来收煞这场的战争，互伊有民主落楼梯吼。啊，哥吼，苏家吼，未互这个俄罗斯的人甲支持。一篇咱来个听看卖吼，这标题写哪呢？写讲害人害己啦，煞家己无法度人停落来。纽约时报咧讲啊，讲普廷已经陷入了吼。啊，这个沉默成本的卖书啦，只存吼两张牌，会当怕娘娘啦吼。来，俄罗斯发动了侵略战，战争一直到到今仔日呢，这唔打遭受到乌克兰坚韧的抵抗，伫国际上也受到吼高度的孤立。在俄罗斯总统普廷的领导之下，俄罗斯的士兵呢，在战场进殿5000000，这个俄罗斯算真紧变成了这个国际社会的公敌，变成了吼全球经济的边缘人。一个月前宣称甲吼俄罗斯的友谊好甲吼，那亲像吼穿一条吼啊，这个啊短裤衫啊大汗，而这个中国政府即嘛嘛开始咧蹲定啊，迄、那个卡开始咧倒揪啊，对着这个俄罗斯的支持的对啊啦吼，愈来愈目苦倒退行。专家分析讲，普廷即嘛已经陷入了吼。沉默成本的迷啊，这个迷失啦。上面有这沉默成本呢，这意思就是咧讲吼，你这条本钱落来回收未倒转来啊啦。沉默就是沉对水的意思落去沉落啊啦。沉落。系啦，这个沉默成本这条本钱你落来吼，也未倒转来啊啦。即嘛害人害己，煞阁无在条人停落来。毛评论只讲一村两几百会当怕尔尔，这个俄罗斯侵犯乌克兰所发生的一切呢，拢无如普廷伊所预期的安尼，但是普廷煞慢慢呢，底下咧丢得啊丢毒啦，唔做吼听顺的决定啦。咱先卖讲吼，伊是唔是吼外国媒体吼啊所讲的安尼吼有这个啊无讲出姓名，诶，这个金伯所讲的讲吼心地恶化啦。毕竟吼啊，这个真容易吼受气啦，做代志欢喜欢乐啦吼啊。意思吼，就是讲吼啊，丢毒啦、蹲低顶的精神功能现象，嘛伫真侪国家的领导人的身躯顶拢看会到。可是原本有迄个真够计谋代志的形象，而且个莆田即处煞单拍家呢进退失据呢。专家直接指讲，伊可能犯下了几个决策者吼思想看到的即个错误啦。纽约时报。经济专栏作家吼，这个是刻意啦，刻意来讲出吼，应用吼管理学顶面的成本沉默的秘书来解说着这个普廷继续吼啊推进战争的动机啦。刻意伊表示咧讲讲，因为普廷无法度人接受着已经牵累起的军队将的徒劳无功啦，也就是吼唔甘已经吼无去。
开启的新本就对了啦，唔敢啦，同安尼个继续吼，个天下内吼啊，这个兵员啦、武器啦，少想咧赢。也会去丢这个啥啊？这种战争的对啦，结果有可能愈了成本会愈了愈侪的对啦。可以指出咧，讲讲陷入战争当中的领导人思想拢有这款的想法。就那亲像美国进行伫阿富汗战争的当期吼，诶，浪费时间、甲金钱、甲武器，伊嘛来讲出经济学家吼，这个布兰克的话啦，来凸显着这个秘书。的代志，也都是和普京要安怎样啊？甲伊俄罗斯的人民讲讲，我甲你个囡仔送去战场牺牲性命，是因为唔敢别人进前已经牺牲个囡仔，伊是要哪去共解说呢？可以，佮继续指出咧，讲讲普京呐，无想要听见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伊无法度人面对着这个效果，就算佮再拍落去，会赢的机会是愈来愈小。对普京来讲就对啊啦。今嘛吼，就算讲吼失败败战的代价佮较悬，伊嘛要吼赶快佮继续佮拔落就对啊啦。就是台语咧讲讲吼，教书博大啦。当然这吼，原来有一句国际关系俗语啦。即句是国际关系俗语，意思就是讲吼，博好博啦，就是输啊、死去啊，你搁个博好活倒转啊，这种的理论啊。这个莆田这种的输赢，这是俄罗斯的经济、军队、人民、老百姓输赢的代价呢。但是。拢总牵涉到伊个政权，目前国际政坛甲俄罗斯、乌克兰双方拢阿个有真侪人咧奔波呢，希望会当促成乌俄战争来停战的协议，可以认为啦，谈判协调的人的条件，伫咧评估普京这场这个血腥腥的侵略战，拍来到今嘛，伊是要安怎样啊？比头前所讲的。来点醒伊的脑筋呢，因为达成协议上班上该困难的一只点，就是要安怎样啊，和莆田有民主来认输的对啊啦。纽约另外一篇报道，纽约时报另外一篇报道来指出咧，讲讲听见的几种可能，第一就是外交调停啊。后面的官员上届希望经济制裁的效果，尤其是吼倒债危机啦，会当我莆田来吼啊缩短减少伊原先的战争的目标，但正因为可以伊头前所讲的安尼谈判。有够歹吼，俩准着这个莆田，伊个底线到底吼是伫对他啦。第二种的可能啊，可能就是莆田无想要浪费伤济时间派兵吼做地摊式，来收复乌克兰的各城市。所以有的乌克兰的人吼啊，可能登机吼啊，过来各位游击战呐吼，航舰呐吼啊，这个抵抗，因此该以强力的轰炸掉这个乌克兰，继续犯下了一连串的战争罪啦。第三，一个本就是类似1990年。巴尔干半岛的战争啊，结果南斯拉夫分裂新不来国家，乌克兰政府那冻未落去，嘛有可能被逼到对啊啦，扭出掉这个乌克兰的东部，甚至俄罗斯地区的地方分裂出去。假设俄罗斯的这个附庸的对啊啦，附属国的对啊啦，用安尼来换乌克兰啊，其他的国土保持了伊的独立。啊，那最后一种的可能就是，这个俄罗斯的军队吼，如果这个乌克兰的西部吼，硬攻硬打就对了啦。结果那个飞弹误射对这个北约的国家里面，也是吼打到这个北约国家的飞机啦。又搁有可能，普京决定使用化学武器，和这个战况弹一直恶化扩大去。纽约时报有咧讲，讲普京已经输了掉这个俄罗斯的经济，输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搁再爬落去，伊嘛无法度能回到登来到战争进程的权力的巅峰啦。美国政府地壳大西洋理事会的欧亚中心副主任克兰伊强调，讲普京眼视前只剩两支牌会当拍。
其中一支就是打到全部输了了为止，包括家己吼，包括款款的走路。第二支就是停止战争，包括谈判当中吼，处理着乌克兰的让步，和伊对内底吼有更加好看一个，和伊会当落台安尼啦，和伊会当有楼梯人行落去吼，这场会落台安尼，这场这个战争的这个诶台下安尼啦。这是两支牌会当行呢，这以上甲咱听众朋友做报告，莆田差不多是咱台湾人咧讲的，讲即卖经哦，见效短寿期，佮兼教书博大，佮是去里底啊，系啊，一个拢破伊啊，对啊，哈。那张新闻咧，无讲对于种了这三年，迄个收容所吼，迄内面拢囡仔啦，还是胡林人的收容所，爱用迄个胡林机，还是用咧炮安尼，难炸呢，对。啊，这讲来讲去，拢犯着战争罪啊！战争罪都就开始拍了。你今日讲战争罪啊，讲啊战时，还是无一个国家会当来乌台干制裁你啊？是啊，所以这个啊，国际法庭裁定，咱裁定讲俄罗斯必须停止侵略掉，这个就做乌克兰安尼吼啊，结果两个国家到迄个就做反对票，嗯，一国就是俄罗斯，嗯，啊，一国就是中国。嗯，这两个大问题，这不是相谁啊？哎呀，这相谁啊？所以叫你讲起来，中国蛮应该拢爱接受了制裁啊。结果听伊讲这个了，这个三年，这个普京，不是普京，那个拜登加习近平哦，嗯，个苏菲亚卡定位通不也通啊？讲底下咧讲到这条战争叫中国卖插手安尼对不对？啊，对已经。打高平啊！你阿个当咩所在含用高钱啊？吼，所以这个国际外交的咱不了解啦。咱刚才讲这个就是乌克兰吼，怕个鬼啊！那迷迷麻麻，但是人乌克兰的人啊，个是坚决。所以，底下那个对抗，这乌伦弄起来的乌克兰这边，哦，都说了哈，都说乌伦弄起来的乌克兰这边，阿都不停讲出去了，对啊，一起跟攻这个这边啊。对啊，你想，就攻这个人是鬼的。规个城市，规个国家，规个市，密密麻麻的人是安尼四乡无所的，平民啦吼，还四乡无所呢。应该讲在讲，从公交这边加上乌克兰来讲哦，应该是讲真悲哀啦。嗯，也拢东鬼，拢那话外国去转密密麻麻。嗯，其他不是呢，我这边讲。俄罗斯啊，对不对？我以为他收缩的，伊个国内内底都无受到一粒枪支的攻击呢，拢无。受到枪支，无类似落雨安尼，硬炸，那是对，那是乌克兰呢。听讲莆田，他都头一边就对了，跟莆田啊，伊特别起来，当年伊要付出足大代价。国际制裁，什么制裁？经济制裁，哦，一个三米种种的吼，一种制裁。但是在迄个制裁进行之啊，那迄个就啥？迄个乌克兰是规个外国去托规个大楼趴啦，那规个，嘿，以后唔知咩修复啦。对啦，我诶，这咩啊？重建啊嘛，看拢无，迄规个趴甲就废起台湾。重建了，对。嗯。人家就不得，那些莆田现在就开始就说，从这边先不说的很清楚了，所以风气大，将来才这么比喻，莆田现在已经民主克没了呀，克没了变哪，那少人不知道，安安不知道，现在对那个乌克兰的兵民在开枪开炮，是民在打，那个民啊，咱新闻咧报讲，后迄个兵营十几个人排队伫遐咧领炮尔咧，像咧枪就开落啊，开落啊，一棍头就拍掉十几个啊，都无领导的，啊，拢都无领导的，无领导的。啊，但是咧国际特殊，唔知到底是啥物叫做国际特殊，我都看不起咧，我都完全看不起。国际罗马周期啦，讲的是。唯一你看乌克兰的人哦，我当看到一个昨天那是安那，我们老母叫无也是因为。你昨天那叫无去啊？看你个地方，我足可怜啊！对啊，有无？你电视咱台湾的电视都直接无咧报车哦，安尼看你个地方真可怜。讲你个想讲，今仔台湾以后那中国侵入台湾了，变成安尼个对啊？嗯，台湾人感触爱足深啦。对啊，我讲看这条战争就是，咱的感触爱足深个对。嗯，好安尼吼，啊看到这些。你不要来去做，台湾人家己去想。一个欧巴的离开台湾海峡过去那边，他就是一个欧巴。嗯，不是想想姑姑，台湾是我的，台湾是我的。嗯。
啊，那小莆田啊，那个气象起来哈，你不是我的，你别头给你修理，啊，就不同战争了。台湾啊，想这個，这个战争不是刚才看，刚才看讲莆田到底是怕了安那安那那年呢？这个是不是台湾？哦，这是台湾人的意思。全世界应该台湾的感触是上深的。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安尼啊。好啦，啊，这个好，这看迄个战争，他特工电视拍开啊，啦，还是咱这部一开始，有人啊，拢甲咱选这种新闻咧报了对吼，啊，报到尾啊。愈报咱愈感觉乌克兰真正是伟大啦，但咱讲安尼尔有够坚强的就对吼。啊天啊，敢无人咧谴责着迄个做琵琶的人啊？我应该是专咧谴责迄个讲亲的咧啦。咱台湾国民党啊，对对对，啊，就听讲天啊，敢无人啊？哎呀，都不是人哩，哎，迄种系都不是人啊！吼，咧谴责着一个坚强啊！底下咧对抗的人，迄个感觉足奇怪，迄个逻辑。即个讲啊，斗啊斗。即个讲攻击的人，今仔头先被唔讲清楚，莆田以后，伊即马三军，伊即马到底是要安那要安收缩一场啊？嗯。你讲过，伊家底在自杀咧。啊对啦。对唔对？伊家底应该下罪啦。因为家底下罪咧，自杀下罪咧，讲我母家安尼，两公就要人退起来，母家暂时二十外公啊。嗯。国际乌龙全部拢是不倒，除了中国天然尔，剩了多数白俄罗斯啦，吼，伊唔去讲吼，啊，多数的这个国际的这个乌龙拢是不倒，拢是咧缅甸莆田啊，其他这边新闻嘛是咧讲咧莆田，看里边啊，收缩里边啊，啊收缩，哎，应该下坠，自杀下坠，他掉嘞，对唔对？哦，是不是啊？哦，啊嘞，红趴的人，哇，可怜呢，够难不够？对唔对？到你地址去将佢哋，走冇路嘅人，安尼做安尼好，安尼安把西街跌跌流跌跌流，安会安家庭我安尼老爸老母啊，安尼亏啊，会一边又冇去啦，安尼啦，即系早惊啦冇去，啊冇就老母冇去，安尼就，你看你到底，你是外科的呢，所以发动战争上艰苦是人民啊。那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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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啊，为着大人。要有管理的人，安尼袂多好，安尼啊，艰苦就是人民对啦。咱受灾用的就是人民嘛，对不对？迄厝大家安尼，种对啦，要是变大。尤其是你个碰到这个针对平民的开枪，是啊，才真正。完全点么领导都无咧，大佬讲唔忙怕了，你怕是怕军民，对不对？哦，唔是啊。所以人就开啊，便宜嘛是照开，对不对？所以用钱多干什么？已经不理性些啦。一般对咱啊，遇到这个代志吼，这个社会的处理方式有可能甲莆田满的。这一寡我那党用级的人数甲莆田满的，只要出去讲，管好啦。老正了可以。对啦，比较轻啦，一老大比较轻啦。讲你已经赢足济啊啦，虽然。对方无你站一个，温热土卡背背起，你已经赢足济啊，足有民主啊，停啊啦，有可能是安尼个高价拜托啦，但这件代志收获同我刷起安尼啦，但是这国际上唔在是安尼处理，无咱唔知啊，咱看到欧美国家啦、北约的新闻啊，包括日本，今仔日嘛打电话啊，讲你俄罗斯。在苏联时代搞阮洋气，迄四粒岛，迄是侵略阮的国土。早前日本政府唔敢咧讲，唔敢讲侵略啊。早前日本政府唔敢讲，迄是阮日本故意的检讨啦。今麦拢安尼个枪啊，嘛弹起起来啊。伊嘛唔惊讲，有可能莆田建设等受气候，我和乌克兰提袂起来，我来弄你日本。不可能，不可能。伊嘛唔惊咧。不可能，讲讲，但是你个怎样莆田，你个怎样怕日本？日本有一个分心的力量吗？日本的经济包括一军事力量是赢乌克兰赢过过的哦。你茫当作讲嘿，你即马我怕乌克兰怕袂过，你后时阵就对啦。你大要往后要怕日本都少呢，我讲听啦，全世界突出一个国家啦，有我去加技能下就对啦。新加坡你可能提起来啦，包括阮台湾这边一国啦，菲律宾毛可能提起来啦，你当这种国啦。对啊，这个。
这美国吼，这个国务卿布林肯十六号咧批评讲，中国无反对着这个这俄罗斯侵略着乌克兰，这甚至已经公然违反新维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应该有的责任啊，加承诺就对啦。啊，俄罗斯小粉，啊，怎么讲啊？用啊，特鲁斯啊，啊，意思就是啊，违反这违反这联合国的精神了，对啦，你都搞违反联合国这安理安理国安理。所谓这个什么什么定安理会理事，安理会理事哈，你都给透露出去就好了。对啊，你把各个地方给打完就好了。也也也也也也租给，我那干部他去搞处理啊，那个什么领款，什么国费领款，我这位给他俄罗斯处理啊。啊啊对啊，有个安啊，所以当时啊，干嘛讲？哎，你那国债做起到底？啊，你明明讲违反啊，违反了这个透露出去，你讲不国家？对啊，对啊，对不对？你讲不国家很高的。所以外公啊，还有那是公安员啦。对啊，我那唔敢去见到。国际法庭裁决讲，叫俄罗斯爱随停止着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国际法庭裁决了后，这个克林姆林宫就是迄个了，做啥？就是俄罗斯的迄个行政中心哈。克林姆林宫的发言人就是俄罗斯发言人，直接把你签名讲，我未停战啊。哪里面啊？是在那个一枪啊，连啊！所以我实在是看这个国际特殊，甲国际什么有诶无诶作战吼。啊，好啦，哦，这可能因为因的作用，哪咱无了解呢？尔了，这多亲像咱伫台湾咧，美上咧，美皇安遐人眼看，这美美松松的过倒来啦。国际发展啊，不过如此尔吼。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连面再个倒转来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刚刚有好歌出来，好安尼，我进前吼，他不是当前吼，嘿，伊嘿讲徛袂久吼，啊那洗衫啦、洗床吼，拢做艰苦，啊尾也听到恁电台吼，有咧广告吼，啊不阿姐你哪讲苦逼咧，讲阿讲苦逼阿个听，啊我昨下咧搞阮苦逼一个陈太太讲吼，伊讲啊我嘛食两张啊安尼啊，啊伊那一盖买都济嘛，我嘛包几罐啊我食，好我就讲啊你食这个够安怎？伊讲伊以前啊有红斑性狼疮吼，就是当的那种那过程，啊我也讲停开不接，啊都拢食恁这四三都用哈，对，啊讲食了讲哎也当打好啊，好啊我昨下试看没啊，头下是无什么好过啦，因为生活那个叫养生，但是吼，我安尼食三个月吼，我没事的，头壳拢没疼，我四十八岁啊哈。拢会反应，这一点的呀，这进入更年期嘛。哦，你叫大妹回来拢会听，大家拢会听。去归档啊，以前哦不晓得什么叫头痛，好像五年前开始，后尾来让 BB 也听，后来这头这个头壳心吼，就像恁那前面不用那讲话呢，你顾及了底下，我是不太明显的，因为我那手头刚好我听听啊，归一下就好起啊。好啊，口腔吼，我那刚刚讲，我嘞关系都多啊，这口发这嘴喏，那两对口腔啊，就是反应几天，会拍下去，十几多，起码十几多，差不多已经有联系，差不多几个月拢，早晚拢会拍下去。我唔是鼻子过敏，从来没有，但是食药怎拍下去？啊，最近吼，刚刚。诶，要生活那确实改善啦。但是我上欢喜的是我，差不多八年哈，我东阳镇哈，第八已经八年了，对单啊。好，暗时我到广西，我就反正拢不贪污，所以我拢长期的，当讲困眠拢无好啦。那冬天的时啊，八年哦，是八年咯，已经八十了。拢贪污的对啦哈，是拢不贪污的。冬天我就反正那里在大香蕉，啊都吃呀，啊香啊，把香白一白的，规身躯的就去热到规个。诶，我是刚刚讲，诶，这效果。哦，好吃啊！我就这样啊，对，啊，那酸痛哦，哎，刚刚也是有改善，哎，酸痛改善，啊，你八年困扰的讲，加上些是会上安尼个，嘿嘿，就冬天哦，那冬天啊，加上些拢会上遐好吃，嘿嘿，刚刚改善，都已经哦，差不多好，90%啊，那就较满意啊嘛，哈，哦，已经好多了，我已经快又要食遐哦，我管那些，啊，酸痛的已经开花吼，拢是一种遐消炎。对，酸痛的拢看我们这个库存的。嘿，啊，我唔敢食，我拢干脆食这样。我哎，啊，食了安尼好。我食第三个月啊，系差不多要了啊。嘿，习惯咯，我食习惯哈。我拢自己食自己。啊，你改成做一项啊？
啊，你得爱继续去保养啦哈。你继续保养啊，恁这个你算讲要最近更年期的人哈，对这个许多山的加保养上好。好，嘿，咱啊骨质较袂流失，啊，搁像咱这筋咯、骨咯、血咯啊较好。嘿，你爱继续使用，加好哩。对啦，啊，增加增添骨吼，也做好做趣味。没有呢，啊，我嘛甲你做做呢。真好睇，你安尼吼，甲阮做健检，做做工作吼，那甲你的类似同款的镜头，伊都会买来加。你注意听一下，我是刚刚真的。有效果啊！我今天我像我这一次第三次哈，妹子来哈，拢无悄悄啦，拢无感觉的，对，头壳拢无听，嘿，拢无。啊，当妹子来是头壳会听了，对啦。嘿，头壳好会丢啊。嘿，容易的啊，你食个，你来食好，我嘛是做新的哈。好啊，你好。哎呀，啊，等下再你讲到播嘿。好，然后咱这，然后迄朋友参你同款的，还是讲有酸痛啦哈，都点点滴滴的毛病，食完这拢会使啦。嘿，你看你食一项改善，那一项。对啊。你就管理啊。你洗衫吼，你起来吼就开始，我唔敢用坐啊，你怕洗衫拢爱用起来。好，安尼。以前许个唔好坐坐上，伊也上机，那唔好啊。对啦，对啦。好，都坐啊。咱家己吼，家己个生活起居过好老差，啊，即款长期个保养就好啦。哦。起码以后就讲你食保养。诶，保养，你来食保养加唔三两吼，你长期个食，啊，食这骨质啦，较袂流失。安尼。嘿。感谢你嘞，张太太。对，谢谢，谢谢，再见。好啦。谢谢哈，张太太哈，我毛病那真严重哈，真正有好哈啊，对于这个心理上这个改进就对了，非常大，非常大，啊，所以特别怕重点的。那可能不过来了，对了，不讲话。我讲你石头山加三冰料了，对这心理上是我都我我都我，安尼讲足清楚，他听拢足清楚就对了哈。虽然像我那女性朋友，你唔当讲的时候呢，爱无注意哦，迄人哦。今年去总来三星的数量，有一挂这个竞争一三星了，就是我们听见了对啦，我一挂湖南人的这个竞争一三星，哎、啊，今年去总来中间就对啦，你若讲人家平安多过了对，你后半世人你都好过的，咱讲熟悉就对，啊那无食了对啦哈，就规个毛病隆重来的些现象，直接给你发作，发作了一到地了对啦，和你无同忍受了对，这个是咱路线比特别爱去注意的所在。你跟查甫人无同，查甫人较亲密，但女性比那严重的就对了吼，真正足下来的就对吼。啊，所以咱现在公司啥物都来关灯的，然后像这种状况就对了吼，头会麻，头壳疼啦，种种规身骨、筋骨都拢感觉，赶紧去食看嘛。这不是跟女性比要怎样，真侪查甫查某男女拢有拢当共同所用的一个真单纯、真好到顶的物件，叫做喜多山花叶去多笑多山顶的山吼。真感谢有你们不了解，请你个拍电话来做详细询问。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来，咱即马一处呢，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罐的朋友呢，难度加上三罐以外，咱有一挂精品买来赠送，可能买十罐的朋友，买十罐的朋友，你咱个金水书双耳汤锅一支，你买加金吼水书诶陶瓷炒锅一支，这种会用起。金生产公司另外有三十粒针诶保顺健、惠安素、喜乐清、金立明、喜乐通。三十粒，这种会当，咱一道经一行为完整哦。那另外一种呢，个别生产公司产品五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一款以外，同款有提供一款精品，要和朋友来做挑选。你五款的朋友，你当个金八八 CC 真空壶一支，你要个金白沙湾气锅一条，金三一六保温杯一支。你要金无凡子的洗头毛巾一罐，金盘王盘坐一盒，你要甲金清净海环保洗衫巾一包，拢会当我咱一道金一行为原则。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这边咱们邀请很多朋友来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呢，《雨天淡水河边》。
报唔掉去吼，这首吼你甲听吼，到这个北京语吼，啊无咱就来吼，甲听这个淡水的吼，无同款的淡水河边啦吼。淡水河边，有人渐渐死，我一边的经历，不觉心伤悲。感谢啊！哈，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会在时啊八点到下午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送维服务产品加前产品，直接甲咱送到咱的手来，无甲咱加收任何的费用。
好，看这个俄罗斯啊，咧侵略着这个乌克兰这场战争吼，咱大概差不多到战时已经二十几天啊嘛吼，大概看会出这个国际组织啊，什么种种，敢那像我一点啊效果都无安尼就对吼。今仔头版咧就报啊，即发电台电啊。对啊。你俄罗斯必须要停止侵略乌克兰。对啊，啊，头段的讲俄罗斯就甲回应讲无可能啊。我们啊靠落去。对啊，对啊，啊，所以咱也是用这個，咱做一个咱家己台湾家己爱警惕，就是讲哦，台海来发生战争吼，确实真正爱靠咱家己啦。啊，你若要靠迄个国际上什么有诶，什么台湾战略地位啦，什么那是即卖拢在讲诶。啊，你乌克兰阿未去俄罗斯甲拍之前，大家讲啊呐，讲乌克兰伊诶迄个叫做粮食啦，什么种种诶生产量非常诶大了，对吼。所以世界各国无可能放互俄罗斯拍，结果真正发生了，抓紧要放互拍。拍的迷迷麻麻你看看、嗯啊、所以我们台湾也是一样、啊、还没整之前什么款的都可以说、啊、如果整下去了真的是靠自己你要动的久才有办法去得到国际上的资源、啊哦、如果动不了的话两三个手而已人合意说得难听你没有造成对方很严重的负担和很严重的代价人全世界哪有可能要参与我简单说这个、这个、战争就是 要有平衡、啊、嗯中国做大点对，嗯，啊，这边台湾今仔日来信了，真来信哦，伊要同台湾应该讲做简单嘛，对，做简单的啊，对不对？那边照用兵力来讲，兵力来讲啊，对，那兵力土地属于人口属于啊，这边江西人，哦，对不对？哎，当官传奇，无相对的一种的这战争了，哎呀，无对点的战争，但台湾你当发展大。对啊，咱怕伊啊，我咱怕伊的物件安尼啊。你怕我五粒，嗯，我嫌你三粒。好的啊，对不对？嗯，咱虽然无伊遐济啊，无遐大，嗯，你会当怕我，我飞弹我来当射到恁的长江大坝，拼了去看嘛嘞，对不对？哈，就讲讲怕长江大坝的反正真多啊。关台的，真多啊，个咧真真多。那边真正啊，前面关台伊啊，是不是？怎么看到真真多啊？那边真多。咱在为了武力，家己为了物件，谈了和对方讲，可以派我们付出行动的代价。嗯。安尼对不对？爱有炖蛋啦，爱有去熟客啦。所以咱的国防，即卖已经在准备啊。嗯。一年内底就对啦，有可能的准备都咩啦？共产党囡仔要做本新皮，爱偷，爱来超过一年啊，超过一年左右啦。对，讲差不多，这啊，等个这个物件，大概差不多一年来做定案嘛。是啦，一年来定案呐、啊。一年来要定案了后，大概搁在一年了后，搁在经过一年了，再来当下就对啦。是啊，到迄时阵，咱力量弄到啊，弄到啦。也请啊啦，没啦，到客气大家啦，是吧？哎，这是真正有影吼，好啦，啊，这咱都好啊，小看买眼吼。啊，台湾呐、啊，总讲中国真正咧欺笑六边啊，对台湾开始发动攻击，台湾绝对爱甲飞弹转去中国的土地。最近吼、哦，最近一个乌俄战争战争了吼，听讲讲美国常常咧到处常常咧看讲卖咱的武器，卖啥有无？啊，有啊，有啊，哦，赶紧卖。对啊，即马就大概拢讲地点的形状。台湾即马白汉无，敢那紫翔车，或者咩武器，即乌红，吼对不对？你又叫中国吞了，啥拢无啊啦，吼对不对？吼，啊买武器嘛，不是今仔日买，明仔载武器了。不对啊，来个等者时间嘛。哎，赶紧啊！赶紧啊！赶紧啊！有啦，这昨有咧，昨迄个干部部长有咧讲啊，讲这武器拢无问题啦，拢照地点的形状咧处理啊，就对了哈。好啦，咱即马需要武器已经。不是防卫性的武器啊！哦，攻击性的。咱有那爱有攻击性的武器，咱讲熟悉的啦。啊，但是美国白人无可能讲白你攻击性的啊。对。啊，其实防卫性加攻击性的，免哪去分呐？对啊。好，这嘛是一个免除名。这样飞弹，飞弹敢无攻击性吗？对啊，飞弹拍了。但你嘛攻击性啊！飞弹啊，拍到对方去就是攻击性。你若讲无放来飞弹，讲啊你咱随在人飞弹咧弹，啊咱若无飞弹，人少倒等于。啊，飞弹大家嘛攻击性的。对不对？好，那枪支的攻击性啊，这个会懂啊。来来来来，飞机啦，啥种种啦，吼，一点。
一定爱开爱买啦，该开就来开啦。暂时这个视频来，我对不对？咱把行较省的啦，各行各业无论哪来开落啦。咱咧报讲迄个了，做伫咧迄个日本的迄个平津海峡有无吼？讲有发现着俄罗斯的迄个运输舰啦。嗯。啊，讲有载舰车啦，载迄个了做迄个军车吼。嗯。啊，讲咧调动了对，啊，讲迄个了做对日本的迄种了做平津海峡经过。嗯。哦啊，这个有人咧讲讲，这可能咧调往东部队伍啊，哈，要去的阿布亚长会用证实，讲迄个遐的武器甲乌克兰战争无关系啦，无关系，系无关系。伊讲调这个路线无可能是要调去乌克兰，哦是安尼哦，主要是日本出来讲去故宫迄个了做迄个四岛有啊，哈，四个岛是俄罗斯甲我占的，哦，啊俄罗斯的用往东部队底下做一个，算靠一年就对啊，靠一年，我底下靠一年，意思讲日本讲讲你唔通。因为我在乌克兰怕的没来谈过这边这样啦，意思是这样，不然他四架运输舰长出来说四架运输舰当中地震车加那个就做卡车有了哈，大概不到300架，哦，大概不到200架，不到200架了，对啊。无啊，你刚才那几只要讲过出来是本去红去死啊，都嘛无效。那不是是做一个表象，你是讲我算细节啊？系啦系啦，就像那个就做强飞啊飞行机在咱的那个西南海域啦，什么种种底下的事，啊，你造飞机要从哪去？那但是无效啊！你看今仔日日本首相嘛，都啊都抢都等你啊，红去死啊，都是领搞钱的。对啊，嘛是搞。像安尼对啊，你死啦，都是阮系啊，阮日本的国有的疆土啊，你搞阮占的啊。嗯嗯。啊，即系唯一早前日本政府吼，过来连诶，即个首相都唔敢讲啊，唔敢讲的原因，唔是惊俄罗斯啦，就是讲吼，大家吼，客到来客到去吼，以后要搞迄死啦，都偷偷登来吼，比较较容易啦。嗯。啊，你若用嘢吼，你都嘢落去抢，你为了对啊啦，有可能吼要偷困难啦。是。啊，即马看看日本政府，伊感觉讲吼，你还没客来，迄个客去来客去去无效啊，我就是在个你打嘅，讲。你死了倒就是恁搞我占，你死了倒就是阮日本的国有的疆土，恁搞阮占，恁来行无安尼啊？还是讲这嘛是伫咧口头上，嘛是口头上啊？但是唯一的党嘅，唯一的党嘅落啊！啊，即嘛日本伊就是要顺山顺讲要等你。俄罗斯怕乌克兰怕败了后，是准备用功，你是建白国，来给你偷一死个倒腾来。嗯嗯，是，来偷一死个倒嘛，干嘛做？来进攻阁哈，阿连明这个倒腾来，小等下下阶段阿兰就送伊张老师的时间了哈，来感谢。好啦，咱咧做节目的时阵啊，定定咧牵涉到一寡甲中国共片腔出轨的遐中国奴才有无哈？定定咧。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一切真自在，关心土地咱的爱。这是一个上界自由的所在，快乐爱台湾，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咱老板，这疫情变来变去，啊！你店面的生意要安怎？我特工用澳洲进口100%纯的茶树尤加利精油来净化店内，会当扩香、消菌、消怪味、七一啊，人客拢也足安心的。我送你澳洲庄园等级爱达100%澳洲纯精油组合，我送你水养机，让店面空气好，为你用卫生够省力。金卡专线：0800-893-893，0800-893-893。嘿，最近都没看到你来拜班。最近我在中华大车队用 Uber App 腰部小黄开车，人客一个接一个，如果人客素质很好，生意也都赚个888，在地的年轻人，外地的人客都要使用，这么好看我也要加入。3月31号之前加入中华大车队，前六个月都免车队月费，前三个月免车队派遣费，零成本试开，够达标奖金最高9000元，快打0966-790-265，0966-790-265。第二代龙胸虎地160针，里面有一氧化氮、玛卡、管花肉纵容，效果加倍，快速补充男性精气神，男性荷尔蒙改善夜尿、频尿、性功能障碍，和你走路有风，和阿哥有力，查甫人的面子拢靠这味龙胸虎地，全新大罐装，每一罐100粒，各送一罐，只要2980元，订购成功，再加送30粒，空八空空3999599 0800-399-599。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97.5，快乐混家男92.3，快乐左在丢89.5，快乐左在棒89.3，快乐华灯98.3，快乐配偶96.7，快乐红虾91.3，快乐在玩精彩不攀，快乐联播网。现在时间9:00。庄瑞雄，你好，我是曾水雄，庄瑞雄，屏东要来大建设，屏东要为台湾妹吃做台湾头，馆长来选庄瑞雄，曾水雄做馆长，有决心，有魄力，要来冲，要来拼，和屏东超越家己，超越高雄，我们拜托乡亲一件重要的代志，但是接到民调的电话，不管听到谁的名，请你隆重回答，唯一支持庄瑞雄，拜托。听众朋友，齿花果有用，嘴齿才留会掉。咱白沙湾齿膏果嘴齿花真正有效。我呢，十几年前40几岁，医生讲我牙周病严重，我甲用这条白沙湾牙膏，用到即卖十几年来，医生阁复检查的时阵，伊讲我嘴齿花是健康的。听众朋友，这个情形你市面上要找这个齿膏真歹找，赶紧电话警卡台南康庙79450079。在南康庙79450079，感谢你。台湾人俱乐部张天君阿星姚仁，伫只为大家要来推荐一本真优良的册。这本的册是叫做《奇幻真大观》，大语文囡仔个 CD 绘本。这本的册呢，这是由咱家人轻松广播电台制作出版的专台语故事的绘本，由咱台湾上界出名的配音员林宏硕主讲，咱也邀请长期关心咱台湾本土文化的作家吴岳水老师，也有咱的台语歌王贾明友小黑老师，包括咱的立法委员林强泽弗雷迪共同来献声，用咱的台语讲咱台湾的民俗故事，给咱的台湾囡仔听。咱卖个再听大中国思想的故事，给咱的囡仔来了解到咱古城西路边李亚新民的故事，也有咱台南古关区咱们溪八族真人亚江镇的传说，也有咱台湾人拢知影的魔神啊传奇。几本册有100页，拢总是彩色的印刷，毛乎 CD 哦。咱买当用网络来收听，这本册里面呢，也有台语的汉字、罗马字的对照。收藏这本册，会当和大人、甲囡仔做回来学习咱的台语文。这本 CD 的绘本呢，伫网络已经卖出超过1000本以上，定价是1150块。
目前台湾人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咱只要卡一通家人轻松广播电台服务专线的电话，0800-55-8-969，0800-55-8-969，这本册只要899元的优惠的介绍，咱册送到咱兜，送到咱的手内面，恁才付款付费。啊，那运费呢，就由咱电台来吸收，提供给咱台湾人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上阶段的优惠。想要让咱的囡仔了解在咱台湾本土的民俗，我伫遮推荐这本《奇幻真台湾》，请咱大家当拍免费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5-8-969，0800-55-8-969，都有专人为咱来做服务，感谢您。那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嗰边贵的叫会转线，0800-55-8-668哈，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三位服务，三名家请三品直接甲咱送到咱的手来，这拢。无甲咱加收任何的费用，信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听众朋友，啊，这电话钱，拢由咱公司这边再来做负责，免客气，电话甲沟通，推荐介绍咱所有优良的产品，万拢欢迎搭配做购买。那么这个新产品的部分呢，啊，公司甲咱准备真侪种，和咱做询问、做挑选哈，咱选一项为完结，空不空空空。0800-55-8-968，节目有点小李亚先，小李姚金，感谢的周年官，李兰刷上来给咱做新困的服务介绍。来，挑一首好听的歌曲，小蛋的呢，下咱这里了做拜一波时啊呢，下咱就是要来看这里了做刁忠义刁老师来做连刷的对啦哈。刁老师呢，今仔日游玩赶快接刷着顶礼拜的话题哈，经济制裁以阿边所引发的效应啊，那就对哈。来，咱先来听歌来，来邀请听众朋友做位来欣赏这首，这是咱沙田波江先生来点播张天君演唱的歌曲《流浪汉的摇珠歌》，摇镜歌，来共同欣赏，感谢。
人心不安。感谢哈，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转嗰边贵个叫会转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班哈，来，今麦咱看赵忠义赵老师来连线哈，来，喂，喂，老师你好，你好，哎，张大哥、阿兴兄、甲姚林兄，以及咱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是。这条战争到目前为止已经进入第十九天，经过足多谈判，包括了军事谈判，在白俄罗斯双方来谈判几落遍，包括土耳其间按两边的外交部长来谈判，包括即卖以色列要和双方的高层来谈判。以色列要决定的多，也个唔知，因为有人希望跟以色列，啊，有人希望跟关于家己边啊以色列是一个足特殊的国家哦，伊即边是参加了经济制裁，但是在无优先的国家内底，以色列无得名。咱台湾讲得得起，以色列竟然无讲得得起。所以布林对以色列是相当信任的。就是咱咧做节目嘅即个时阵，三月十四一波时。美国的关系，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甲中国的外交的教父，就是外交界上界关的领导者杨洁篪，两个人在意大利即马等在谈判。伊关系，美国的苏利文甲杨洁篪直接甲讲讲吼，你若帮助伊关系，俄罗斯的选吼，我们要甲你做立即制裁。立即制裁，俄罗斯的是一级制裁嘛？立即制裁的是讲你是从犯，我准备就是对你落手啊，该警告。这场看来选已经见袂落去啊，已经见袂落去。因为俄罗斯的时阵，对者提起了讲啊，伊敢无武器，敢啥就是去甲中国借。我相信迄报纸可能是定讲要甲闹鬼啦。伊俄罗斯的实力无可能啥尼啊。不过就是讲，伊国家的建立反应强大。武器换你吃，但是伊无阿多隆重调来吃，因为俄罗斯的土地足宽，伊是全世界上界宽，1713平方公里啊，是台湾的400多倍啊，足惊人诶！伊东边咱来看西边，伊西边有一个足大的城市叫做圣彼得堡，这足出名。上界东边是海参崴，圣彼得堡是东经30度北纬59度。哎，关的海参崴是东经131度，北纬43度。咱再来看东经差100公里度，两个城市竟然是超过100公里度。咱台湾的西边、云林的海边啊，到东边。在花莲的海边啊，多一度，咱就一度，一100公里度，刚刚只两个城市是100公里度。啊，因的南北的船，完了过来1000公里啦，还是足快。东西的船南外公里，南北过来1000公里，所以伊落来伊的兵落来分散，伊的武器伊的进来落来分散来固守了伊的国土，所以伊这点较正规，无法度全部调来打。一关的乌克兰，而且伊原来国边嘛免用到牛刀啦。那本来讲一下，一脚踩进去，无法度闪电行动，迅速撤退。这个伊当时的估计无同。你讲空半年的船，伊咧怕乔治亚，人是咧北京参加了奥运会，乔治亚利用这机会先去修理伊边迄两个迄个国家。结果的时阵，伊马上第二天变等于俄罗斯，第三天就出兵。一礼拜就甲乔治亚打趴下去，那是李鸿空半年的代志。再来李鸿一四年克里米亚也是在很快的时间。照着声明组成首犯，杀给咱拉公投，然后搞着7、8同意，然后迅速占领了整个克里米亚呢。啊，伊想讲啊，这边那两个小共和国嘛，应该是在这情形下给他处理，那咱一脚踩进去。踩进去，俄罗斯当年头壳莫咧烧，因为伊即马准备做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攻击，但是你个。
这大规模的攻击展开，你是会当得到的效果，跟即马差不偌济呢？因为即马乌克兰的总统已经落软了嘛，你讲啊，北大西洋，阮目前也无咧考虑啊，阮有希望会当加入欧盟嘛？欧盟是欧盟，北大西洋公约是北大西洋公约，迄是无同款。北大西洋公约主要是军事的嘛。嗯。啊嘛讲啊，迄方占地的所在啦，啊，跟迄头壳内底唔知咧想别项的物件坏人吼，啊，迄以后来看因家己心肝内底安怎想啊？所以比占地所在是克里米亚啦，啊，头壳咧想别项的代志，迄就是顿涅茨克加一关的卢甘斯克这两个小共和国啦。嗯。你讲啊，以后来看因家己要选择什么款的生活啊？意思就讲。好啦好啦，我们不爱管这啦。嗯，你已经足乱了个，是啊。无你到底你普丁你是败啥物嘛？所以无法度去拍落去啊。双方一个产生一个惨败，拢足假来的啦。嗯。现在各国虽然加俄罗斯经济制裁，阿嘛加乌克兰斗三江，但是军事无人要插。军事行动无人要介入啦，也空中战斗机都无爱，所以乌克兰也看破，看破的时候赶快希望能够寻求一个结束了。其实我看吼，乌克兰上该需要什么物件呢？需要金罗丸啦。金罗丸，金罗丸，哎，三位大哥应该不吃掉。哦，无，这卡上的东西。八道听啦，老师来吹一下。吃八道啦，拢哎，拢得金罗丸这个物件，卡上你本来怕这个俄罗斯，怕这个苏联的时阵，特别是种外边的是科学以后的呀。嗯。为什么有这金罗丸？这来为历史来讲啦。是俄罗斯的名吼，咱讲也英语名叫 Russia 嘛 ，Russia 先吼在大清。帝国当时开始介接上，大清帝国早期在因的北齐统治、八旗统治，而是清世祖的一第一个皇帝清世祖，清世祖的谢座实录，啊，第二个皇帝康熙的圣座实录内底，传播下来拢是叫罗刹国。罗刹的是佛教内底，国贵你知无？因为选了直接根本家丁人个写罗刹国啊。嗯啊，所以《鹿鼎记》来这里公公公一些龙虾，对，那是真的哦，《鹿鼎记》来下一下，真的龙叫罗刹国。后来清朝势力较衰微的时阵吼，两边渐渐人一边差赢伊啊，伊无法度双方谈判时，你袂说当物件顶头讲叫罗刹国，就先想阿无加好名。伊说这咱主角讲露西亚嘛，啊露西亚，伊个安那翻译应该叫罗斯国嘛。啊，为什么头前加这二？就是因为因为关系。好，俄国人的用法哦，国家面头前的加只 n， 还是以所助词啦，就是讲啦，圣经内底咱讲彼得啦、保罗啦，头前拢加只圣保罗、圣彼得，啊雅各头前拢加只圣，俄罗斯称呼做只物件头前拢加只 n r r， 啊对，阿罗西亚、阿罗西亚、阿罗西亚、阿罗西亚，你翻译成俄罗斯啦。嗯，日本人伊较重视伊的原文叫露西亚，翻译成露西亚。露西亚，露西亚因军队出去的时候一定水土不下嘛，因为不能够适应新的环境里面的细菌嘛。啊，水土不下其实迄个是用细菌感染啦，啊，拢在食消炎药啦。啊，古早军队医学知识无拢讲，迄个行军散嘛，行军散嘛，其实用行军散的消炎药啊，啊，就做成药丸啊，做成药丸啊来好名好什么？咱要征服露西亚的药丸，征服露西亚的药丸，取名叫。蒸露丸，蒸露丸，蒸露丸的名字就是这样，因为日本叫俄罗斯叫露西亚，露西亚，所以征服露西亚。日本要看现在的物件顶头一关的东西，露西亚，露水的露，啊，西方的西，亚洲的亚，露西亚嘛。所以伊一定要得到大家祝福啦，所以我讲，生于露西亚，迄是该鼓舞啦，该鼓舞啦吼。咱当年徛咱这场内底，咱支持一关的一关乌克兰，咱不容许一个国家被另外一个国家。无缘无故来伤害来侵略，这是看不出来，这是国际社会来这一个争议嘛。第二，咱同情弱者嘛，所以咱往来夹当乌克兰家。第三就是讲，乌克兰的时阵，以英勇的行为令我们看到振奋嘛，嘛，让咱感觉敬佩嘛，咱敬佩你这款英勇的一款的行为嘛，爱国的行为，所以咱个支持。但是有一个足现实的物件，咱不要有错误的期待。
什么意思呢？本来是后礼拜要讲，但是因为拄只恁的先讲这個，我来讲这個，就讲乌克兰以前不是咱的朋友，现在嘛不是咱的朋友，未来的未来，我甲各位保证100%，无100%啊，无可能是台湾的朋友，绝对不会是台湾的朋友，咱不要有错误的期待啊！为什么呢？乌克兰过去是中国的好朋友，现在嘛是中国的好朋友，未来绝对也是中国的好朋友。为什么呢？咱得熟悉出来看。1917年的时候，苏联的共产党推翻了沙皇统治，建立了所谓的苏联。因慢慢扣扣，有扣十外个国家入去，其中有一个国家，就是乌克兰，变成他们苏维埃联邦里面重要的一个成员。四年以后，1917，因踏板推翻了沙皇，四年以后辅佐中国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1901年成立的嘛？后来顺利在1949年取得了中国的政权，变成今麦中华人民共和国嘛。中华人民共和国甲苏联内底，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因拢足好嘛，因为共怪嘛。共怪，特别是到苏联解体1991年以后的时候，一解体以后，很多东西突然之间全部住进拢，拢大概唔知道要安怎了。比如讲，原来咱的咱是属苏维埃联邦嘛，一个家大大家庭拢食公家的，突然间讲啊，万能国防独立，哇，国防独立，啊，明仔在去登门，登门你自己都要想办法啦。啊，所以乌克兰一选有足的军事的基地，军事的重要的生产基地跟重工业基地，全部都在乌克兰。乌克兰选哪用的呢？全世界最远程的洲际会战，就在乌克兰。全世界最大的飞机，空中载运量最大的轰炸机，轰炸的炸弹可以载最多的，距离可以飞最远的，那是乌克兰的嘴。乌克兰压根有因为一关的核子飞弹系统，乌克兰压根有因为准，那个全部都是摆在乌克兰。苏联解体以后，哇，这钢筋拢散起来，一时之间。无经费，嘛无人指挥，嘛唔知要安怎，所以到落尾三年以后，1994年的时候，布达佩斯备忘录内底有世界主要国家大概来阿伯来讲，好啦，无迄核子飞弹，迄全部拢用俄罗斯啦，卖问题啊，所以伊唔再比该地武装，但是徊重要拢交好以后，伊其他要安怎？其他嘛是无经费，无人，徊人拢失业啊，工人师拢失业啊。卖讲工程师，有足侪机关嘛拢失业啊！普丁以前嘛失业，伊还佫开个电车咧。所以以前因为刷机以后的时候，国防独立啊，国防独立的时候，哇都无经费啊，无人嘛唔知要安怎做，已经无顶头的指示啊嘛。因听惯是顶头的指示，突然间全无去，唔知要安怎做嘛。此时阵，中国就介入，中国人甲乌克兰做伙，所以中国那个乌克兰去帮助中国做什么呢？包括因的关的导弹系统、洲际飞弹的技术，一群足侪拢为乌克兰留为中国遐去，所以中国在苏联解体以后，伊的东风在关的3000公里、5000公里，拢就是一群整个乌克兰帮他来完成的。不但安尼，伊的那关飞行器，咱讲全世界航程最远的运输跟轰炸机是乌克兰做出来。咱最近中国有做些飞行机飞来咱台湾，其中有一架叫做运八，唔知要听见？但你不知道，运八反潜机、运八电子机、电子侦测机叫电侦机、运八轰炸机、运八货运机，等等。啊，有也运八是这四款功能拢有，它又有运输的功能，又有轰炸的功能，又有反潜的功能，又有电侦的功能。这款飞行机在这边这几年来的中国那不与咱西南。空航飞机的时候，一点空一点运八都会出来，还个配合以前拢也个无一关的歼16，啊后来时拢也个配合歼16，歼16是可以主动攻击，啊运八都是在反潜啦、侦测啦，还是空运的啊，你这关呢，黑龙乌克兰帮他做的。中国准备要来进攻台湾，因做一种专门针对台湾的海岸线，西部的沿海拢刷嘛。因发明气垫船，气垫船垒上飞离海面1.5公尺的飞的气垫船，乌克兰帮他做的，那是乌克兰帮他做的。所以伊跟乌克兰的关系是相当的密切啦。中国以前的时候，
在因建国以后，1949年建国以后，主要武器拢靠苏联一边、俄罗斯一边后裔，所以中国的第一代的是歼五的战斗机，已经叫做歼五。歼五是仿米格15，歼六仿米格17，歼七仿米格19，过来完结啊。歼八坠毁之来，到了歼八以前，无几时间将歼五、歼六、歼七以前南南到底改成了拼装车。可是，咱那款四轮车拼装车性能都歹，都无讲空中的飞行器拼装车那有可能四轮了。歼八后来不行，到了无法度，苏联嘛无爱回技术，伊走去甲以色列买一架一款的幼师战斗机。港工要买30架啦，啊，叫人先搞一架去，伊只电杆跳落去轰，轰成歼十。所以伊个飞行器是为歼五、歼六、歼七，后来歼八改去拼装，歼十去轰，你看那以色列的幼师战斗机，过来，龙格停下，龙不阿多，一直到整个苏联解体以后，他才透过乌克兰一边，开始得到了歼16。歼十六型的仿米，仿苏凯，因为以前整个米格一关苏联一关俄罗斯一边不赢啊，全部改成苏凯的，是安尼过呀呀。所以他透过乌克兰，从整个共产集团那个苏维埃联邦里面取得了多少技术，拢是为乌克兰来了。我们家讲，以前是乌克兰的好朋友，现在嘛是，你讲啊，现在因来跟他无恰当，无啦，今天吼。乌克兰跟俄罗斯东西也朋友东西已经赶过来，一个是大哥啦，一个是小弟啦。大哥跟小弟完全无见不着，你别卡那么多。你大哥家唔是卡那么呀，唔是。他咧这边讲啊，卖完结啦，啊，本来我替恁压啦，哦，啊，南美家的色彩，啊，我完了不爱参加啦，啊，南美啦，我完了改照上岗啦。他们都是会这样子哦。所以你看在这边的选中国，他的立场是有点尴尬，可是。他在这两面，他可以处理的，因为应该就我因为关系形态嘛。你讲中国希望俄罗斯基本上制裁对不？你足希望的呀，因为老大倒了，我老二就可以上来了。因之间有一个艾迪达效应，你知道？艾迪达就是讲两个好朋友去深山来在佚佗。啊，遭到热了，连烫也起来，蛋白的浸开去凉凉，突然间听到一只尖叫起来。一个其中一个人从爱迪达开始穿起来，你也比如讲，啊你穿爱迪达敢会照样？伊在前面讲免啦，我照样你就好啊。所以伊即马照样伊就好啊。你啊，啊雄心假意啊。啊，所以你讲在整个被制裁的过程来这时阵，咱要讲到这主题就是讲经济制裁的主题，经济制裁对。俄罗斯来讲，会足凄惨的啦。这场战争比吼你家弄过来的原子弹啦，去甲弄俄罗斯，也都较凄惨啦。为什么？这种软软啊来呢，软色白地这個。你想，咱讲另外一个例啦吼，伊拢是有美国制裁哦。伊拢并无别人制裁哦，是美国讲，伊是甲几个美国会当坏家的朋友俩。伊拢安尼，迄经济还。激烈的呢，激烈的啊！伊拢原来是每张出250万桶而已，250万桶，这台了解选减存46%，存每张我都出115万桶，没到50%，没到50%，没到50%，因为经济人帮体，没钱人敢买物件，因为整个完全被一贯的嘛，没有钱买别人东西啊，别人东西也没有办法卖给他，以前变。自给自足啦，自给自足，讲了较好听啦，啊，就是家己固然强封起来嘛，变成是一个孤岛。俄罗斯今仔日就是安尼，今麦你也看世界各国的制裁，第一就是未进出口，国际贸易价格开始来制裁嘛。俄罗斯未足的物件出国，你话讲啊，趁钱倒转来，结果迄钱搁去敢买物件。俄�罗斯出去的物件，什么呢？67%是跟酒油有关的，跟酒油跟煤炭有关的，存3%是其他的产品跟原物料。酒油现在人要制裁，美国首先要制裁啊。澳门虽然无讲马上制裁，但是讲我慢慢啊，慢慢啊来。中国，伊说存出产的酒油32%卖给中国，酒油其他数是17%卖给中国。这条路也都无去用切断，无去用切断，你讲啊，中国会利用这替伊。输出石油喂，啊，是一贯的不？我看，就是讲这个国际贸易的制裁不会马上把俄罗斯全部轰死掉，还会留给他一丝丝的小路可以通。但是就是因为老一丝丝的小路点到海西了，伊尾马上等鬼嘛，尾马上等鬼，他清水煮青蛙，慢慢缩，慢慢缩，慢慢缩。俄罗斯家己有朋友了哦，咱唔当袂记。
俄罗斯在武汉病毒来这有一个关的疫苗，这疫苗因何苗这卫星五号，卫星五号完全没有照一级二级安尼迄程序来行，嘛无WTO 的认证，嘛无其他国家的认证，但是伊无有几公呢，伊无有67公呢。伊个卫星五号的疫苗未叫67公呢，所以伊也够朋友啦。咱唔通，因为咱听着拢听美国的声音、欧英的声音，其实伊也够罗人行，所以你家控制伊的国际贸易，也控制一条，但是。也可以慢慢萎缩的，慢慢萎缩的，未讲一时马上死去，但是慢慢萎缩到。你即马金钱甲控制起来，你即马国际金融通信，所谓 switch 那个停起来时哦，俄罗斯的人提信用卡，比方你台湾，你刷卡刷不出来呢，去香港刷不出来呢。你即马旅居在外面的俄罗斯人，那是叫苦连天呐、啊。有啥物？整个金流被断掉了，哎、不会通过这个系统，啊，你讲啊，不会通过刚八条路行，有啦，买一个八条路啊，所以税负的先哦，甲东西，但是也够几个所在当讲的是 chip 的 CIPS 还是中国设立的国际贸易的通汇管道，但是伊也较税，所以是一关的，伊是4000万币的规模，中国可以 chip。加13000万的规模，而且13000万的规模内底有80%，也是透过原来的 SWIFT 这系统去完成的，所以伊遐的规模足小。但是俄罗斯原来当统计下，啊，包括了中国嘛，放下讲，你外汇内底有阮人民币吼，啊，货币金大概900多亿，啊，无安尼啦，你若要加买物件，提起物件来买完去，我袂使收你的卢布啦，因为你卢布的有咩像变作啊，我收你迄个通啊，但是人民币你会使个起来加买物件啊，伊手头是一个美金，差不多1000亿左右诶美金，包括了一关的澳元。澳元的时阵吼，伊有差不多2000亿个一关的澳元，伊是也够有1500亿个黄金。啊，你讲啊，做会使提去人买物件，会使哩。但是做那去人买物件，全部都是负债去买东西，因为做钱炸了已经开始啊。伊手头为什么有美金？是因为因以前买物件啊，去哦。外国啊，人付美金给伊嘛，付美金给伊的时阵，摕到美金的跩厂商是改因的中央银行，讲我摕美金转来要换咱的卢布，所以银行就去借卢布来给这边人，啊，所以辛苦叫黑美金，所以黑美金的价值早就已经赢起来啦，今嘛来要去重用一次，全部都是要负债，迄个刚刚咱台湾的中央银行，咱台湾中央银行的资产，你要看去年的财务报表，资产差不多2条的新台币，但是。不，也净值啊，净值是2条的新台币啦。但是中央银行的资产偌济呢？18条哇，那江西人，不过有16条的负债。就咱中央银行是干什么人救济？那负债16兆江西人，那负债就是外汇啦。外汇啦，咱有5000多亿个外汇，人黑拢中央银行是去讲救新台币，换好坏厂商，坏厂商提出来拢已经开起啊啦。所以坑你加税的。人工在资产顶头玩那个外汇损失，但是负债顶头玩那个损失，因为中央银行当时是无坏新台币，咱常常去卖物件，美国摕100万的美金贷，甲咱的中央银行换，中央银行是去借钱呢，是去讲借2800万台币，互迄厂商呢，所以中央银行是无迄。因为10多条呢，你是去借一10多条的新台币，才会当拥有这5000多亿，也是折合新台币10几兆的外汇啊。所以外汇是袂用的啦。所以伊今仔日也选整个被经济制裁，迄是足凄惨的，包括尖端的科技、尖端的技术、尖端的零组件，全部拢无法都进入去因内底，它的整个系统会完全会 out 掉了。这很严重了哈。伊今仔足侪飞弹，包括伊的导弹，什么拢是靠在。技术零组件嘛，人也不爱提供，晶片也不爱回，他就倒掉了。接着，刚刚一关的乌克兰今麦也搁咧用俄罗斯的一关的卫星定位系统呢，因为全世界有四款卫星定位系统，咱台湾用的是跟美国同款 GPS 嘛。啊，中国因为是用家己发明的北斗星卫星定位系统嘛，欧洲家己用伽利略的卫星定位系统嘛，苏联是家己用达旦卫星定位系统呢，所以第一波攻击来的。
乌克兰唯一能够对外发射的 S 三百的飞弹，全部在低波攻击里面全部 out。引港这款卫星定位系统，所以咱台湾未使甲中国用同款的物件，咱的飞弹的厂商零件内底竟然有中国公司卖给咱的，看伊乱七糟。咱的战车内底零件，冇中国公司卖给咱的。为乌克兰看来咱家己有足的所在，值得咱思考。是希望咱镜头听听哈。今仔日我讲到这，非常感谢。当然，感谢你哦，谢谢谢谢，我林姐姐啊，谢谢，感谢感谢张老师哈。来，非常的感谢哈。啊，咱今嘛时间的关系吼，咱先来个进场风格吼，咱稍等下就要来开放口音了吼，感谢您。谢啊，非常感谢咱今来用知识多来去听咱台湾人苦乐播的直播吼。今嘛是广告时间呐，要来介绍咱新南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山家产品就对吼。欢迎你多笑多山顶的山，许多山这边好像是二十几档啊哦，用心许多，好来个注意一下，真正好的产品，二十多档也搁咧风行，经过三十档嘛是也搁咧风行，因为咱人的人体就对啦，够做就对，白天一定拢差不多离开了，所以用许多，什么人较好？十当后也是同样叫好，所以许多山是非常给咱用许多好来个处理的这个物件就对了。因为咱人的身体哦，食过这个物件是不就对了哈，我唔知道是好阿歹，唔知有杂质无，我唔知。所以接落去了，当咱讲报纸那报，哦，夭寿啊，什么人去做这个夭寿有咧红家，啊，农药是不，这些农药。这些不应该叫的不多来一作数，那都唔知叫的不多来，所以就最近年纪哈，你根本真不注意嘛，身体不调理嘛，所以有人有的人哦，干嘛讲？哎、欸，我的四五十岁呢，我身上在治的高血压，身上治的糖尿病，吼、哦，啊，身上机能我肿瘤，真侪问题拢产生，甚至心也不好，容易大，这拢是体质老化，啊，身上体质老化。就是你本身生活过程中间接触的垃圾特别太济了。这样哦，这真正哦，提到老保命了吼，话咧吼。所以有许多正啊，这种比如人对啦吼，这保养对这身体最重要的是啊，心灵代谢爱顺数。你开始机能在出问题中间，就是心灵代谢不顺啦，过乱呢，乱呢就对，机能会乱。啊，乱了了，伊慢慢慢慢，一项注意，注意，机能，伊开始就退化。啊，退化了后就，咱人辛苦白听，你就代表了呀。随便啊，好，咱这人的身体、心灵代谢会损失，会细胞的活性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的对。咱现在公司许多人一旦自高价，咱路线比如大概拍电话礼拜。想不拢，可能讲啊，那你刚才讲，哦，我怎么吃着七多山吃几多时间了？对了，那朋友给做水，体力给做好，精神给做好，从许多，那个心情在下的顺舒，皮肤那太水啊，那没顺舒，皮肤不可能水。咱讲熟悉了去安尼，好多人难看这个病呢，病那是有更强，我、哦、这人心情就有，病那是暗淡。面色不好，这人心理上都有出问题了，对。真清楚就是安尼了，对。虽然境外用许多，咱许多山，好好那个利用，最早的目的就是去收财了，对哈。所以以许多山这三边为主了，对。我的抵抗力一强，体态也好，哦，而且慢慢啊运作正常。你若已经乱的人哈。那吃一段时间过了，慢慢也调整做正啊，就调整做正啊。我以许多山这个为主哈，我们骨手骨头，因为骨头咱就怎样哈，那训练啊，这顶骨空啊，老骨皮骨用那不一样。骨头哈，那叫骨质叫流失去了，对了，骨头是会怕的呢。你走路会疼呢，足侪人走路会疼呢，别堪行呢，别堪徛呢，别堪拗呢，安尼啊。啊，老大人啊，吼，那骨头啊，怕去了啊，就容易破，容易坏掉，坏掉的中间也破的掉，所以这真重要。恁个说做保养哈，
和你介绍，能够说和你对。这金明的第二代，金明的第二代是米巴这个集团哈，中心研发的对。哎，经过啥？经过这个无温度，这零下的气温以下落去做，以升温开关，所以佫无这种热工厂啊，热工的精工啊。你做过程中间哦，气温也降低，所以咧去好这个热工厂，包括着温度点下以下，去完成这个物件中间就对。以及叶黄素、叶黄素这种物件，伊的气温会保持较悬。所以这第二代最重要的是这个这两点就对。无咱第一代咧做得好好，第二代气温较悬，咱当然爱第二代互咱吃啊。对不对？这是米巴这个团的团队去研发出来了，对。所以别人吃，咱来吃，食物较好、较贵的，金立平的代理，哎，好、哦、感谢哈。喜、哦、乐通过等啊，等啊，绝对要过好用。未使有先死咯，免咱未使有先死咯。喜乐通挂等做好用，就无唔对了哈。我报喜乐清会议，这个会议按无目，我在这里讲，大家跟各位讲个对。会议在咱的会议的流通，包括中联军的会议，到底有流通无流通，我嘛唔知啊。但是我特工我就在吃，哎呀，你一两年嘛，啊，暗时两粒，啊，那上计时去中途去吃两粒，安尼，最简单的就是安尼就对了。啊，火力多起，这个会议的流通会迅速，没有流口，较未差的，他的心中如何如何，他就吃了，啊，他是闹啊吃了，安尼就对了。所以存款会迅速，这嘛真重要哈。一六千，我报一六千，保存给他们做朋友一行呢，要不算，要不算，家己的朋友家己知啊，打电话过来，给他们叫保存给这个用户会昂锁，会昂锁就是咧贫血的人需要吃的物件，从始到今才准备有，目睭会涩，头壳会咱晕晕晕晕，规工感觉晕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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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贫血咯。除了你感冒啦，感冒那头壳会晕会晕啦，吼爱烧啦，种种啦。啊，你若无烧，啊无流鼻水，可能不时就规工就敢，敢头壳拢未爽快，未清爽，伊就晕啊，那对。啊，无啥物病哦，无感冒讲我倒无安那哦，可能只头壳未清爽，你尔有可能是会不到，欠袂贫血。所以红细管那是有遮竞争的人，只要你贫血的人，你食会昂索就简单就对，差含能力。想给下到时啊，不吃一顿了，安尼尔。所以这是真简单，可能会当回，会当有补充起来，和你身体发挥机能的运作个正常的物件。会昂说，感谢哈、哦，有点我不了解，你这里拍电话赶做详细询问，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来这边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接不着咱们开用的线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开讲啦吼。咱现场热线电话二六九九四五六，带咱们电话个关心麻烦个加空六感谢。你好，我，你好干嘛？来你好，喂。哎，三位你好，优秀的主持人哈，啊，大家好哈，是你好。哎，啊，今嘛吼，俄罗斯头一届甲中国个要求助啊呢，为清朝甲今嘛呢吼，啊吼，习近平啊，甲国民党啊，你唔打算搁做空姐呢？这是上好的机会咧吼，哎，怕俄罗斯。按怎讲呢？俄罗斯伫清朝吼，不平等条约看偌济啦，中俄爱红条约、北京条约、天津条约，啊，江中六十四屯吼，啊，一寡条约拢顺兵得将吼，啊，拢挂土地，啊，迄个赔款得啦，啊，薪酬合约，俄罗斯拢欺负中国欺负掉，啊，你即马上好的机会，哎、欸，你怎啊做不孝子孙呢？吼、哦，习近平啊，吼、哦。
你要打台湾哦，那唔对啊，方法唔对啊啦，俄罗斯就是你的敌人啦，假你哪个可以强大起来，你看个人有法度长久无？你等到乌克兰嘛，你你的恩情人呢？啊，你那方向拢唔对，啊唔通食咧戆啊，未了白招啦，啊方向爱转向啦，怕俄罗斯，今麦机会上好，300万，哦，给300万的平方公里的土地拢去俄罗斯抢去，不平等条就清掉了。啊，你唔免今麦唔正卡住口气，要多个等几时啊？没有好机会啦。喂，李恩，喂，双定哦。哦，亏欠我痛，亏欠我痛，我痛啊！这弄不通哦。来，你记住，你真怕钱哈！来，李恩，李恩。哎，张大哥，哎，三位大哥，正路完，我咧读国小、国中的时阵哦，巴肚疼，结的就好啊啦，结的就好。啊，不过正路完，今麦敢得会着？有啦，今麦有得。但是伊哦，那小讲内底有一种重金属啊，啥货吼？好像哦，内底有配方，有小我干。今麦那小八百白的迄个正路完哦。好个看起来就较无遮好啊啦，哦，所以这就是他在迄个姚林咧讲哦，迄阿兵哥巴肚咧食，迄我都当含袂属于你可爱时阵，那无等于迄看起来呢，啊第二啦吼，俄国竟然是按台湾要加500倍、400几倍啦，啊他都其实照常咧讲一句足有地位的话哦，这足少人知啊，你有三个话贴的啦吼，其中。两个咧冤家啦吼，你第三者绝对袂使徛伫对一方，不管对唔对，你若我讲话贴兼配乱迄种哦，你若徛伫迄边迄个啦，无徛迄边，伊永远都袂含你做伙啊。真正最重要人际关系就足重啊，得人咧冤家哦，对合对唔对，迄种一回事啊。你若无甲徛伫，比如讲你认为对迄边，你若甲讲个了吼，迄另外迄个你讲伊唔对迄个哦，永远都无可能含你做伙。这事实上哦，这事实伊咧讲这点是真正人际关系的最高境界，迄就是黑幼龙咧讲的最高境界。来，咱就算电话吼，2699-4566，2699-4566吼，但系咪电话个关系，你要拍吼，咱麻烦个加一个空六吼。金罗丸这个物件是一东西，日本时代咧，你算电话要紧啦。你好，就该接听啦哈，伊个车况嘛，迄个啥，恁个迄个高龙送的啦，什么三年啦，我怎么讲就该接听啦，啊，阿爸拍第一头听的啦，你看嘛，恁个这边送的啦，怎么后日不加呢啦，啊，你当初就开按你电话的啥都忙出来无，都怎么直接嘞，迄个啥都直接嘞登来登去啦，是，啊，过来不袂行哦，啊，我讲经济42/4的五号年啦，啊，我帮你制裁了大龙虾。啊！就是看什么电视，你不比电视跟电视的那更操作，比操作还不如，那是才九号吗？对啦，还讲真怕怕，讲不差钱钱的啦，那他只当做差点而已嘛，那哪能当什么？当我这当个工哦，你讲那就是因为那啥，就是因为你讲阿弟个没本事啦，所以那啥，那个阿强阿哥没怕呢，他呀，是呢，那是你这边上街了，大家就算当大姐，当做派。现在台湾人很贵的啊，台湾人是真要用钱去怕，一般人在台湾的怕呢，唔就恁去怕呢，是恁公司派钱钱呢，恁两个兄弟别个出来得钱钱，恁两个在里头嘅，一共只系两个人，两个只两个人，就只两个人，我话够讲，应该一百万，一百四，正年正老到台，正老啦，正资正资啦，谢谢，好，你好，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三位大哥，有时啊，国际的现实啊，讲一句讲，至少门前雪啊，啊，不管人上面有那个接触病，瓦上霜嘛，哈，啊，所以我感觉啊，除了讲你实力有够遐，啊，你有足重要，就讲啊，你的。
像哈扎跟科威特工啊，你去海山啦、啊，你占你的科威特，你的伊塞翁出身石油啊，美国有需要你啊，美国在替你出兵去怕海山哦。这是哈扎啦吼，但唔过那今麦吼被被中共吼。因为收购那我们合作武器啊，你有我也有啊，大家美国是这卡就到边啊的话啊，经济制裁你啦，咁要出国就难。啊，若咁要忙涨价少，涨价少，大家都受苦啦，听下无啊啦。你特别关我顾咧。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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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这个立法委员吼去包围陈时中部长，啊，甲陈时中部长讲吼，疫情死800多名，安尼佮要进迄个日本的这个福岛的食品来到咱台湾，结果去吼这个啊，陈时中甲讲，你根本就是路被牵拖，就是啊，疫情过往期的人，含这个日本的食品有甚物关系着啊？佮再讲吼，台湾诶，这个疫情嘛，控制到够水亏的啊，吼，全世界吼，不管是这个病例，不管是希望咧，咱台湾拢是有够少的少啊！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委员立委吼，安尼因为。